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们现在这个新生团，他是我们这一次的心血，然后呢，他们也很用心，然后也练团练得很卖力，对，然后我们的曲风，我想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董事长乐团吧？对吧？就是类似那种台语摇滚那种感觉，对，其实还蛮不错的，你们听起来怎样？不知道很帅，背什么算不算？算吗？算了，那其他什么？说主唱的，主唱的，社长最帅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那个啊，社长聊到哎呀，好，那不要拖时间了，好，那下一首。先感谢一下刚刚那些在台前非常卖力的那些模范学生啊，美和的嘛啊，再下一首歌。希望我们回到大台，第
三首歌，也是我们应该是全团吧，都一致认为这次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，来 ，OK， 心爱的牛肉面，来，对啊。是目屎滴在滴，还是雨水滴在落？我看无头前，嘛云拢袂去。